球啊！里边右侧陈小北，明白吗？这样的话能够保持我们那个三三。看，李大哥，左边压住了，外围开了中路，我们有好球，再打。有了，哎呦，打门，哇，漂亮！然后北京打门，突然走。北京出门了，给人家打进去。哎呀，门柱还有。一声哨响，比赛现在开始。首先由黄队发球，黄队现在左边小平哥，平哥一带一路，平哥带进去了吗？跟那个大禁区弧这个位置，但今天就是大禁区线了，是一个越位，越位线。唐华健直接远射了，然后杜明瑞将球抱住。他们应该是个一个，不是两个后卫吧？我感觉，因为弗里斯明是中后卫，两边是吴浩航跟这个李浩贤，正好在。左右在中间，三幺二。我们看到唐华健，看到右边陈小北打门了，被顾明瑞扑了出去啊。黄队是这个周宁，周指导，周导来指导。对。子宁，再给到李浩言，李浩言左边再回来，打得很清楚啊，不急。好，黄队在控制，李子宁给到李浩言，李浩言给到平哥，平哥拿好球，我估计要带了，又带回去，打门，哎呀，插门柱而出，这个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，打一远角啊，要上要下的这个腰的这个位置啊。啊，有人问这个球是右脚有吗？就是通常来说，这个左脚选手右脚，我看这个球，漂亮，又是唐华健一脚远射，唐华健一脚远射。进球了，1-0，蓝队是1-0领先。中宁指导可能要调整了，要让王颖和何何位置调一下啊。平哥，平哥来了，平哥还是平哥，平哥是真不传呢。唐华健这个大身体又来了，打到中路。武嘉诚有点大，打门，哎呀，可惜偏出了左侧，是底线角球吗？啊，应该是角球，给到李浩言，都传起来，小何何打门，球打在肋柱上弹出来了，李子宁给到何何，何何挺好，文静瑶腿长，文静瑶的身体比较大，正浩又来了，唐华健，哇，太突出了。卢卡库啊，这就是。小何头球漂亮，球进了。平哥一个角球发到点球点附近，小何何跟上头球，攻门球进了。这个球平哥发的应该说是非常准，相当于球是砸在小何何的头上啊。李浩言的这个急停啊！哇，坏了！顾明瑞抢球，哎，这个球应该，应该没有，没任何问题啊，继续了，哎，这个球找得非常好，找到非常好啊，守门员给到平哥，打门了，划门而过呀、啊！他们的风格也是技术要更娴熟一些、啊对，对，打门了，周子墨发挥是不错的啊。中路，赵子荣打门了，被打了出来。李子宁再给到右侧，哇，打门，哇，打在肋柱上，
走，解围了出来。小何，走。大门球进了。这个非常机警啊，在小何右脚的脚尖一捅。对，他也抓住了对方的失误。失误啊，张雨桐把握住这个机会。张雨桐刚才球停的有点大。换下皇帝，换下王银，王银换上了陈子晨，啊，陈子晨也是一名非常有特点的中场球员。唐华健直接打门了，哇哈，这个球射入，太漂亮了，真这种力量，哇，直接破门，这种骄傲的庆祝方式，哇，太有自信了，2-2。小何何要来一脚，双方要互飙这个。这边球了吗？这个也是有一定威胁啊。李隼宁中后卫今天踢的也非常棒啊，头球直接点给李浩言，李浩言找王银，被刘浩泽断下。好，给到中间李浩言再回传，很漂亮啊！哇，失误了，陈小北。林墨潇这脚也是，其实传的非常漂亮。对对，直接一脚撩啊。哇，漏了！唐华健拿球啊，给到右侧陈小北，打门偏了，小周碰了一下，王银两个人在夹他，给到唐华健，危险了，唐华健打门被挡了出来，小周头球解围，外侧的张雨天吊门可能进了。真是掉进了，掉进了，3-2。对，因为这种高球守门员是没有办法。对，但是刚才在张雨天拿球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人上去逼他。蓝队再次3-2领先。啊，一个加速的配合，一个角球的配合，抢到了禁区。老何打门又被挡出了底线啊，又是一个角球。刘浩泽，你到右侧，右侧林墨潇。我们叫变相，能不能找到陈小北？哎呀，又扣回去了，这一下应该是多了啊，不太合理。小何拿球，小何在扣，在看，李道右左侧下去了，李浩言传到中路，小何铲球，再打，解围了出来。兵哥又来了，打门漂亮，兵哥进球了！兵哥有点罗本的感觉啊，在右侧，向里那些在闯过了两个防守队员之后，起左脚打门，球抽的这个球门的右上角啊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比分变成了3-3。这是何何，这叫看得真像啊！左侧顺势的一脚，左脚凌空投射，啊，球高出了门楣啊，还蛮精彩的啊！漂亮，黄队反超了。小何何这个在前场积极的抢断之后，啊，球弹到了李浩言的脚下，李浩言右脚停球，不慌不忙将球推到了左下角，这个门里边站了3个人啊，都是要来守唐华健的这个射门。3个人这门里，3个门将啊，这个有了，哎呦，打在门柱上，太漂亮了。小何何将球踢了一下，看这个球能不能通过去。给到了右侧拼哥，看拼哥，拼哥，拼哥，拼哥。平哥，平哥进来了，传一脚，平哥还是不传。平哥，啊，有这个球，平哥打门，哎呀，这个球可惜了。你到右侧，陈小北，陈小北，陈小北的打门，哇，漂亮！陈小北这打门非常突然，但是傅明瑞全神贯注，将球拖出了底线。
说天津赛事从本来毫无畏惧啊。漂亮，在后场的控球，王岩一个传刀，哇，下去了吗？哥哥给到王岩，王岩漂亮的五步，被逼到了角球区，那王岩怎么选择？王岩拿了出来，给到中路，中路小何，小何哥打门。打正球绕过来了，有机会，这是胡嘉诚错过了门将，抠门了，看看能不能打进去。哎呀，门柱还有，哇，又补出来了，哇，太惊险了啊！这是78号队员，哇，打偏了，差一点。这场比赛结束，是黄队是4-3战胜了蓝队，黄队也是在疯狂的庆祝。好，王爷。刚才你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投小投吗？现在怎么动起来了？啊？是不是假的？是假的，你骗我吧。